尊敬的陈校长，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一起学习师长跟随李炳南老师十年因缘，我们对于每一段很重要的理念，很重要的这些行仪啊，我们有没有纳受在心，进而去效法学习，就有我们的受用之处。就像上一次讲到的，师徒如父子。儒家常说知天命，天命具体来讲也有本分的含义在里面的。人生有很多义务家庭有本分，社会有本分，乃至国家民族，我们都有我们的本分。再延伸开来，那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也有我们的责任在哦。假如我们对这个世界都不关心呢，那也是没有道义了。义者宜也。这个中庸告诉我们的。义是什么呢？应该做的事。刚好我们刚刚座谈提到这个讲学的人呢，也是要幽默一点。所以当老师幽默也是必修科目啊。因为现在的人假如我们讲话太严肃，他可能听一段时间了不想听了，或者就有点要打瞌睡了。所以只要能够利益学生，能够利益他人，纵使我比较不会的能力我也愿意来学。这个态度很重要哦。这个就是修学的关键了。修学的关键呢，我们第一念呢是为他人，还是随顺自己呀？轮回的根在哪？我执啊！我的个性我不愿意啊！哇，这一念呢，轮回心造轮回业的。为什么说为母则强啊？他不想自己了，他为什么能强？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一不为自己的潜力慢慢的就能够开发出来了包含真的能够利益他人，我们也愿意改变我们的个性
啊，不幽默也变得幽默。啊，我们冷静观察一下，啊，哪一个菩萨很有性格啊？啊，好像没在佛经里没听说过。啊，我们竟然要行菩萨道，那就要把零零角角啊磨掉，不然会伤到众生呢。伤到众生呢，犯了杀戒了，而不恼害众生呢，啊，是持不杀戒。而我们冷静啊，感受感受啊，你真正要去帮一个人呢，一定会面对挑战，所以要利益人不简单哦。啊，这第一，你要帮助这个人，这个人有他的业力呢。再来，他为什么有这一些行为？他有他家庭的共业在里面呢。你看，重重无尽哦，在往上推啊，社会也在影响他呢。哦，还有他过去生带来的习气呢。再来，我也有业力啊，我在帮他的时候，我的情绪控制不住了，我怎么帮他？啊，我们以前学数学呀，啊，有这个 x 的二次方 ，x 的三次方，x 的四次方。我们看看现在影响一个人的层面有多少？啊，所以佛门说，纵使身子诸苦中啊，如是愿心永不退。而往往啊，我们就是在坚持利益他人当中啊，谁得最大的利益呢？自己，自己的我执越来越淡了，啊，这些情绪化越来越少了，哎，反而身心啊越来越清安了，真的是自他不二，利人绝对利己啊。啊，其实假如我们想想，哎，越来越少人事啊可以动我们的心呢，那很轻松啊。假如常常哎呀，又怕见那个人，又怕接这个事，也会有很多未来烦恼啊。好，那不怪那个人，也不怪那个事，怪我们自己的内功不够啊。好，都会被这些境界影响。啊，我们能够练到啊，不被境界啊，我们情绪。我们不被境转了，我们就能用我们的真诚真心去转境界了。但转呢，就是一个念头，也不是很复杂。所以其实啊，一个人只要守好了自己的念头，他就可以利益所有跟他有缘的人。因为他们会接触啊，接触我们就给人家好的影响啊，哪怕那个影响不是立竿见影啊，因为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但是我们用的每个真心的言行啊，绝对不会白费啊，功不唐捐呢。啊，就像师长，他不厌其烦教了我们60多年，
啊，像承德善根福德不足啊，好多教诲啊，学了20多年，才哎呦，师父讲这个很重要呢。哦，原来他这么表演是要这么启发我的，都不是当下自己能够受用啊，但那个种子啊不会坏掉的。啊，就像刚刚提到幽默，啊，师长老人家说到啊，啊，有人跟他初次见面，啊，问他老人家你哪里人呢？啊，师长说我是地球人，啊，我们同乡啊。那对方笑得很开心啊，老人家很幽默。不是为了幽默而幽默，当然了，有时候为了调节气氛而幽默，但是我们观察老人家的幽默里面呢，都有智慧，都有慈悲善巧，提醒我们啊，真的，我们是同乡啊，关系可密切啦，现在是地球村。牵一发动全身啊，所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地球村，我们不能只为自己想啊，不能是自己的家，也不能是自己的国啊，不然这个地球村会有很多人事纷争，甚至会感召灾难哦。就像我们看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了，整个欧洲有多少面积，多少人口受影响啊？那超市里的东西都被买之一空了，人心都在担忧了，影响多少人的生活，甚至都不安了啊。那欧洲这么大一个土地都连在一起的，而所有的问题啊，都是人心的问题，要解决也只有靠教育啊。而我们看到啊，整个社会，整个世界被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影响那么大，所以为什么他们比较说这么看重中华文明？你看，功利的思想已经让这个世界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去了啊！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关注、重视到东方的文明。大家不要小看这种一个时代对人的影响。我们小时候看好莱坞电影，哪有不受影响的？影响可大了，幸好啊，还有一点家庭的基础啊，不然就兵败如山倒了。我认识这个马来西亚的同修啊，他是做企业的，他有一个观察很有意思啊，他提到呢，马来西亚的华人啊，有一大部分是上华小，以中文为主。另外呢，没有上华小的呢，是以英文为主，不会讲普通话哦。可能闽南话啦、广东话这个会讲。然后退休之后啊，他观察读华小的人呢，退休之后做义工的比例很高。没有
学中文为主的，以英文为主的，退休之后啊，打高尔夫球享受的比较多。所以诸位仁者啊，看事啊要看得深啊。哎，学学英文不错啊。哎，英文背后到底他所接触的文化价值观是什么啊？我不是批评英文啊，大家别误会了啊。我们现在很多有志之士啊，编英文读本啊，把东方文明啊编进去了，把圣经的故事编进去了，叫顺势而为啊。我不知道我的信息有没有误差啊。现在台湾是不是要强调双语哦，中文要讲，英文也要讲啊。但是这里面我们可要记住啊，清朝末年有志之士要强调一点啊，中学为体啊，西学为用啊，这些都挺关键的。我们假如没有重视到啊，等我们警觉到这些语言背后负面的价值观已经影响孩子了，那时候就很遗憾哦。所以师长才说啊，身为炎黄子孙呢，身为中国人，天命是什么？就是要把中华文明利益到全世界，这叫见义勇为啊！见义不为，无勇也。当然不是说大家很冲动的冲到街上去做什么，还是回到啊，知天命，知本分。每个人在尽本分当中，就在为人演说了。每个角色都是行道啊，都是行菩萨道啊，都能为人演说啊，给人信心呢。那就像我们上一次提的这一段，师徒如父子啊，那当老师的，我们要了解到我这个角色的天命本分在哪？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啊。在《春学旧语》里面，这个师叔先生，他提到了，人家父母把他的孩子交给我们了，还行了拜师礼啊。这个孩子一生的成败，可能就系在我们的教导上啊，我们要认真对待啊，要对得起我们这个身份呢。他还提到啊，事先弃事，而后闻义。我们教的内容，什么为先，什么为后，什么为本，什么为末，都要掌握住哦，不然我们教学的人变成本末倒置啊，舍本逐末啊。那从这个老师的角色再延伸到一切人，我们面对跟我们有缘的亲戚朋友，我们所传递给他的思想观念，都是君子务本，还是舍本逐末呢？那这样我们也对不起我们的本分哦，对不起我们这一份缘分哦。所以每一个人话不能随便讲啊，都是要遵循道义去讲话。
啊，我记得啊，承德啊正式当老师了啊，刚好有啊遇到亲戚朋友，听到我要当老师了，哦，你一个月赚多少啊？马上问我一个月赚多少钱，我就笑笑跟他说：“啊，你应该跟我说，哇，当老师责任重大哦。”哦，这个时候不能太严肃了，笑笑的跟人家讲了。我也听过，这个朋友讲了，哎呀，小孩有小孩的想法啦，我们管不了啦。哎呦，你不当这样说哦，你不能随便这么讲哦，到时候听你的话的人都不管他的小孩，你有因果责任哦。所以讲话要建立一个态度啊，要依据经典讲话，那这个一开口就是功德无量哦。这个一开口随顺自己的习气啊，就造口业了。孔子说啊，天下有五不祥啊，其中一句啊，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这整个风俗啊就快速堕落了。小孩子没人可以管我了。哦，你看我们小的时候行为不对，路边的人都可以管我们了。啊，管了之后，假如家里人知道了，还拿个礼物去送人家。那种氛围，小孩怎么敢造次呢？啊，假如整个氛围谁也管不了我，哎，连老师都管不了我，你说这个孩子不是肆无忌惮啊？哦，孩子的敬畏心是很重要的。啊，孔子在《孝经》里面讲，啊，邀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一个人对领导者不会恭敬，啊，对圣人的教诲不会敬畏，啊，对父母也不恭敬，那就麻烦了。人完全没有做人的基础了，啊，那就饱食暖衣啊，逸居而无教啊，则敬于禽兽啊。我们的中华文明就是从这些圣王对于子民的责任才传承下来的。啊，圣人有攸之啊，夫以五教啊。就是五伦大道啊，哦，所以我们探讨因缘是在师生的因缘上，但是这些原理原则应该是啊延伸到五伦当中都是一样的，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这个五不祥，第一个损人志意啊，身之不祥。孩子假如从小就知道损害别人对自己是折福，他就不会这么干了。啊，弃老取幼，家之不祥，孝悌为传家之本。啊，我们在台湾成长啊，都学过青年十二所则啊，可不能因为背了有点痛苦啊，就把它给忘记了。总结得很好啊，君子务本啊，这青年十二所则可以做注解啊，每一句都讲到本。
所以家之不祥是弃老取幼啊。一个家庭里首先想到爷爷奶奶，想到老人，想到外公外婆，这个家要兴旺了。第三，世贤任不孝，国之不祥。一个国家一个团体，贤德的人没有被重用，甚至被排挤，要明文立养的人把持权力，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当然我们延伸开来就知道啊，国家团体啊成败的关键就在人。中庸告诉我们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要知人善任，就像我们在组织当中，你用对了一个人呢，这个部门呢安了，他很有责任的。我们用人呢是要他真的能把那个事办成。你假如用了一个人呢，每天他跟这个部门都有事发生哦，那你会一个头两个大了。所以为什么《论语》里面告诉我们，无为而治者其顺也愚啊，恭己正难面而已矣啊。用我们闽南话说，顺王为什么可以翘卡连翠秋了啊？这么悠哉悠哉呀！他用人，他用了好像好多位圣人啊，来教育。用谢孔子的祖先呢，农业用稷周文王的祖先呢，他可以用大禹去治水啊，这些一用了，这事就万事 OK 了。还有高尧管司法部啊。那当然他自己以身作则，恭己正难面。所以这个为政在人呢重要了。所以用人不能凭感情，不能凭义气，要很客观的了解一个人。我以前是听日本的公司，他要升一个主管了，都会到他们家去家访，这个是很认真对待。大家要知道，一个主管用错了，多少人遭殃啊？他底下的人都遭殃了，团体的向心力都会连带影响。尤其我们还要接触大众，连大众的信心呢都会被牵动。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修身齐家，这齐家不只是家庭啊，包含我们的团体。我们宁可做扎实，不要做快，不要做大，能做成。能做成表法，这个贡献就大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一个领导者也要调伏浩大喜功啊，
这个习气不调伏，铁定组织带不好。我们看历朝历代，这只要这个宰相或者元帅或者皇帝好大喜功，这个国家就完蛋了。底下的人知道他的习气了，粉饰太平了，好多问题都看不到了。为什么师长一直在强调群书治要啊？群书治要就是教为政的。我们不能被这个为政又限制住了。我又不是官员，又死在这个文字项上了。为政啊，我记得以前读书的定义啊，管理众人之事叫政治。那一个团体不也是众人吗？所以群书360啊，对于我们自家之团体也是很重要。有时候一些美感哦，一些关键没有这些古人留下的东西，有时候我们没考虑到啊。这是第三个不想，第四个是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想，第五个圣人弗逆，愚者善权，天下之不想。师长讲了，幼儿园就教竞争了，真正很敏锐的人就知道天下要不祥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论语》每句话都不能划过去啊！我们是要把这个孩子教成君子还是小人？幼儿园就教竞争，那他只想着自己的利益了，那不是把他往小人培养？小人不是没有能力哦，很有能力哦，但是他都为自己啊。而我们整个五伦呢，都是义啊，五伦十义啊。这五伦都是我们的本分呢。那我们谈到这个师徒如父子了，我们看到师长谈李老送他去火车站，我们也非常感动啊！有一位孔子的后代，老人家70多岁了，他学这一篇开示啊，学了几十遍了，学到啊，李炳南老师送老和尚去台中火车站的景象浮在他的面前了。他还叙述了，因为老人家对李老的长相不知道，他还叙述啊。我们也觉得智神真的感通哎，这个时空突破了嘞！我们以前是说智者大师啊，他读《法华经》真的去参加灵鹫山法华大会啊。师长的这个开示，他的诚心居然能够，这个情景也现在他的面前。所以老祖宗留的这四个字啊，至诚真的可以感通。中华文明有很多绝学啊，那个比方说中医传统的这个物理治疗，整骨整脊啊，
那功夫好的咔咔咔咔，哎，腰不酸了。同样一个人去找医生要开脊椎哦。你看这样的绝学啊，都要有人发心去传承啊，都会感通哦。啊，所以假如发现孩子有哪些天分比较高啊，啊，都可以去传承中华文明的某个部分。哦，那我们看到李老，他怎么带师长他们这些学生的生活点滴都在教啊。哎，所以师长说的，在老人身边他经验丰富，阅历丰富啊，啊，许多人情世故不懂，就在这一点一滴当中学会了。这种学习的场所，学习的机会，让人长见识，长智慧啊。哎，那我们当老师的人读完这一段了呢，我们当下能不能学生跟着我们啊，在这些生活情境也长见识，也长智慧呢？假如还没有，那我们得要赶快快速提升了。我们越快提升，我们的学生越有福报了。啊，也跟大家举过例子，唐太宗啊，跟他的皇子相处，早上吃饭，孩子啊，你知道饭吗？看他随每一个生活情境就开始引导了。啊，一粥一饭，当时来处不易啊。啊，出门要坐马车的，你知道马吗？应该怎么样对待马？啊，怎么对待人？怎么对待事？怎么对待物？可能每天都在发生呢。当老师的人有这个教育的敏锐度、敏感度，就随缘讲授了。啊，为什么说引人入胜呢？啊，以前私塾老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啊，那我们真的有这一份心啊，啊，说不定晚上啊，孔老夫子就来，孺子可教也啊。啊，突然隔天觉得，好像变聪明了。好，都有感应的。啊，我们《地藏经》里面也有教啊。我们很有心，啊，要把大乘佛法学好。啊，可是怎么读过了就忘了？啊，那《地藏经》教我们了。啊，我们真诚，啊，塑地藏像啊，啊，或者是以自己的财物啊供养地藏菩萨。啊，一杯清水啊，啊，放在菩萨像前呢，啊，然后好像是一个礼拜吧，啊，借这些荤腥呢，啊，很诚心呢，啊，地藏菩萨会加持哦，哎，突然智慧大开哦，哎，看书哦，很容易领会，很容易记住了。我讲到这里，大家可不要起个念头啊，真的假的，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佛是真愚者、实愚者、如愚者、不狂愚者、不异愚者啊，真的愚啊是大病根啊。
我们要建立一个信心呢，有佛法就有办法，有传统文化就有办法，没有解决不了的事，甚至于只要把法用好了，还可以用成了事事是好事啊。当然首先我们自己要是觉悟的状态，我们不被这件事这个因缘动我们的心，动我们的情绪，我们是觉悟，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真心，用我们的柔和直指色身德，去启发这件事所有相关的人。那对每个人来讲都变好事了。我们先不要掉进去这件事，哇，他打人哎，他骂人哎，他不可理喻哎。我们自己已经被这件事动了情绪，被他转了，我们就不可能再去护念别人了，我们自己可能都掉进是非里面去了。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孩子以后要面对的社会比我们可能更复杂呢，他需不需要在这些境缘当中扩宽他的心量，在这些境缘当中修他的忍辱功夫。这个懂得父母跟老师，他就会随缘妙用了。因为人生呢，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怎么样建立一个很好的态度来面对人事。一切法都成于忍啊。那请问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开始修忍辱功夫啊？父母老师知道就在培养他了，不知道等到他性格刚烈都养成了再培养啊，就很辛苦了，容易跟人对立了，跟人冲突了。所以遇到事啊，首先自己要稳住啊，要定住啊。我们师长的墨宝啊，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事，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我们要过上这样的日子啊，这样没有白跟师长啊，也没有白糟蹋了跟他老人家的师生缘啊。他老人家最常讲的例子，善财童子五十三餐。一个人能够长居学位，这个人这件事到底要教我什么？他向内了，他没有向外了。向外会着相，向外会跟人对立冲突了，他向内了。大家不要小看向内的力量哦。当对方很激动很无理甚至打你了，你完全没有生气，还包容他，等到他冷静下来，他的良心不安了。我们的心态，这个境缘让我不动心。所以师长有没有提到他以前在单位上班呢？
同事打他了，他都躺在地下给他打。哦，后来这个同事哎，过两天给他道歉。哦，然后他在单位考绩第一。啊，师长说谁给他的？打他的人给他的。啊，长官一看，哇，这个下属很有修养啊。啊，忍一时风平浪静，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当然这个忍呢，也要以大局为重啊，不要忍到最后啊，连国家都没了啊，这个都要看情况办啊。啊，活学活用啊。啊，不能学成相怨了。啊，大是大非面前，啊，会动摇整个国家团体，那这个，啊，该站出来，要站出来。啊，属于自己家庭内的、团体内的，啊，这些能够包容，啊，能够容忍人家、忍让。啊，让对方惭愧心自己升起来，啊，愧之，小人可使为君子，啊，这也是《格言别录》里面的教导我们的，啊，讥之，君子可使为小人，我们言语啊太尖锐了，还讽刺人家，虽然他真的有做错啊。但是呢，听着让人家受不了。本来他还是有一些君子风范，被我们逼到变小人了。而我们要了解，人的善根呢，不是被逼出来的，也不是被控制要求出来的。人的善根是他触动他的心灵深处，自己流出来的。啊，所以师长常常说，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占有的念头，放下对立的念头，这都是师长他老人家把佛法真实用在自己的心地，用在境界上。老人家都是啊，现身说法，娓娓道来啊，他不是照本宣科啊，啊，都是自己真实的感悟啊，真实的实践，那个讲出来的受受力不一样啊。所以真的啊，佛法管用啊，真把它用了，真的可以过上啊，人人是好人啊，事事是好事的日子啊。所以我们在学这一篇十年因缘啊，我们的心态都是啊，李炳南老师可以，我也可以，老和尚可以，我也可以，要用这种心态来学呀！啊，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做佛。我们要对自己有这个信心呢，我们的善根就会增长，性为道源，功德母啊。好，而且什么时候相信，什么时候效法，当下。哦，不能我可以明天再说，啊，那这样不妥了。哦，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啊！啊，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了。所以我们有这个效法的心啊，我们自己的提升会很快的。啊，相信啊，古圣先贤、佛菩萨，包含李老，冥冥中都会加持我们。啊，因为他们是同体大悲。我们的心跟他交感了，啊，他这一份同体的大悲就会加持我们了。好，啊，那就像陈德看到这一段说，啊，老师对我们太客气了，没有严加管教啊，那严师出高徒啊。所以陈德也期许自己要赶快提升，可以严格的本钱呢、啊，提升到了，我就可以严格一点了。君子有诸己啊，而后求诸人啊；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啊。所以自己要严加管教，那我要先有这些优点。我要先没有这些缺点，我才好去护持学生的，人家也服气啊。所以这个句句啊都有我们的学助啊。那下一段求学趁早啊。哎，这一段我们讲过了哈、哦。对，啊，不好意思啊，有时候这个老年啊，不是，哦不，有时候记性啊有点退步了啊。不过有同参道友这个就有好处啊，马上就会提醒我哈。好，所以这一段就让我们体会到了学习的时机啊，要掌握住啊，当其可则为时啊，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呢、啊。其实这一点应该我们每个人都有体会啊，我们都是成年才学的啊，但是呢，内心不要留下啊悔恨啊，啊不是啊遗憾，遗憾，遗憾也是负面能量啊，转烦恼为菩提啊，我们不要把这个遗憾呢、啊。再继续发生，只要我能接触到的孩子，甚至于是结了婚的父母，他还没生孩子，我们就把胎教的重要告诉他，我们这个人生的遗憾就变成一种力量，一种使命了。好，那师长有提到他学习的态度，分秒必争呢。那我们学完这一段呢，我们也要检查自己，自己珍惜时光的态度啊，有没有提升上来？尤其啊，早睡早起的人呢、啊，都有一种感觉啊。当你开始早睡早起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那一天变长了？有、哦。再来啊，道法自然啊，不能跟老天作对啊。
你在那最关键的11点到3点不睡觉啊，那个肝火虚火一上来，你整个内脏啊都会受损啊。啊，所以现在观察很多癌症呢、啊，有的20几、30几就有了，几乎都有什么熬夜的太的这个习惯。什么最补啊？正确的时间睡觉最补了，叫大补啊！啊，林则徐先生的食物义啊，都是务本哦。他老人家说：“不习元气，服药无益。再吃再贵的药啊，都没什么太大的进展。”因为我们自己把元气耗掉了，熬夜是最伤元气的。哦，那我们看这个佛门，啊，活到90几岁的出家人不少啊，他们都是早睡早起啊。啊，乡间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啊，到了70几岁，拿着锄头还在干呢、啊，哦，海贤老和尚到112岁还在干呢、啊。好，接着啊，师长讲到沉静受益，啊，那我们也要检查自己的沉静心有没有提升。可不能说只是听师长讲的时候注意自己要提起沉静心哦。那不听师长讲的时候的时间多，还是听师长讲的时候时间多啊？所以要提升沉静心，应该是在每一时每一刻每一个境缘，啊，我们对事我们有沉静心，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们听人家讲话，对人家尊重，全修在信啊，所有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都是修什么？修恢复我这颗真心，恢复我这颗沉静心呢、啊？啊，我们也有见到，哎，讲课讲很多年了，啊，大家围在一起吃饭，吃完饭谈话，哎，人家在讲话。他在那里打瞌睡睡觉了，这样对人就很无礼了。所以李炳南老师讲常理举要啊，我们不能连一个最基本的对人的一个态度都不重视。其实啊，这个在讲再多的课或者是读再多的书啊，都跟他的心不相应，读不进去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呀、啊。我们要把失去的真心把它找回来，真心是慈悲啊，能够念念为人想啊。哪有人家认真在讲话，我们在那里打瞌睡？人家看了多难受啊！啊，你假如真的是太困了，你都可以进退得当啊。哎呀，抱歉了，我昨天太晚睡了，先失陪了，没有问题啊。啊，所以学传统话也是在学应对进退啊。
所以六祖说，不是本心，学法无益啊。读了那么多经论，都是在教我们恢复本心呢。我们读了那么多经典，在跟人相处，在当下的境缘，都没有用上这些经教来护念自己的心，那就学法无益了。啊，因为自己自我关照的力量越来越薄了，关照自己的力量薄了，什么增强了？看别人过就增强了。功于论人，察己就输了。所以我们都要在一切境缘呢，观心为要。我是不是不断的在恢复我的真心呢？那我们看师长，在配合李老教学哦，这一点我们要看得出来哦。啊，面对来问他的同学，他也在护念所有的同学哦。啊，我们都了解，师长学习都是带头的哦。啊，他记录下来的东西都是供养给同学哦。啊，因为他老人家可以记95%啊。啊，所以那整个学讲经的师长都以他的自身去带动，去帮助，这不就是老师最大的帮手吗？一个人成熟，成熟在哪？不是指他的身体的成熟啊而已了，他行为很成熟，处处会替人想，处处在境缘当中知道他应该尽什么角色本分。哎，跟父母出去了，知道要配合什么；跟领导出去了，知道要怎么应对。啊，跟老师一起在教学的现况，他知道怎么做影响众。啊，所以颜回懂啊，曾子懂啊。你看师长，哎，看来问他的同学，他就把他点出关键。你们都觉得你们还有时间呢，我是分秒必争呢，而且恭敬心重要啊。所以我劝他们要珍惜。不珍惜，不恭敬，不真诚，你跟老师住一辈子，你什么都没学到，一生白跟了。那我们假如用这一段话马上反观自省，哎，我听师长教诲很多年了，我有没有学到真东西啊？我有没有恭敬心中去求啊？我不会白学了吧？白跟了吧？一向内啊，人就理智了，人就有善根了，人就觉醒了。啊，所以传统话是内学啊。那学习啊，除了心态要对啊，方法也要对啊。
真是啊，缺一不可啊。万法应缘生呢，这些缘都要具足啊。啊，天下有真教术，师有真人才啊。啊，陈洪谋先生呢，在《养正遗规》开头就说了，啊，我们冷静看这一两代人。花在教育，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的时间、金钱，都远远超过50年前、100年前。可是我们冷静看看，人才呢？现在企业啊，要真正找到靠谱可以完全依托的员工啊，都不是很好找啊。这难道不应该是我们全世界教育工作者要省思的地方吗？总不能只是为了做事而已吧，还得总结啊。教学的方法原理有偏呢、啊。教之道，贵专呐、啊。努力有结果啊，不一定会有好结果。所以我们这一段学下来，父母、老师、领导者，都要有坚定的教育理念方法的坚定的认知啊，这样我们才护得了孩子跟下属啊。啊，教学的理念方法错了，那么好心又办了坏事了，啊，好心办坏的事了啊。好，所以这里提到了一门深入啊，这鬼专呢、啊。常识熏修啊，图书千遍，其义自现的。提到这里啊，我们也得问问自己啊，啊，我们一直深入的这一部经啊，哪怕是听这一部啊师长的经教啊。我们自己有没有读到其义之现呢、啊、听到很有感悟啊，那个体会像泉水一样涌出来了，那铁定我们有专呢、啊、有精进呢、啊、精啊不杂，专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哦、陈德是有点 lucky 啊、哦、比较幸运啊、哦、因为师父指示的任务嘛，讲弟子规啊，啊、哦、讲了好几年，遇到事情呢都会用弟子规思维啊，甚至看到人事物都会把它规整回来。哎呦，这个跟弟子规哪一句可以呼应啊？这样变成接触每一个人事物都在帮助自己对弟子规更深入的体会。哎，真的每一句经文呢、啊，无量义哦，你越深入，哇，那个味道都出来了。哎，结果后来再讲其他的题目啊，讲古文呢、啊，讲群书治要，好像也没有离开弟子规教的，都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所以自己幸运到，真的一门深入好，我不是很乖啦哈、啊，是刚好去逼掉了哈，这个任务再深呢、啊，赶鸭子上架了。
但也体会到真的一门深入的好处啊。哎，你专这一门呢，你接触的一切人事物都在协助我们深入这一部经。那当然师长这里也提到了，我们悟入经典的深广跟自己的清净平等慈悲愿力有关系。慈悲愿力越宏大广大，悟入的就越深。所以学经教最重要的还是修心呢，提升自己的心境啊。有时候我们在学经教，因地假如不真，因地一定要跟清净平等慈悲愿力相应。假如这个出发点是要比别人强，比别人厉害，甚至是要超过别人，哎，很好胜，这个学不进去啊。接触的经教再多，师长说的，学到皮毛啊，学到啊，名词术语而已啊。曾经呢，也是一位老师啊，他就批评《弟子规》不重要。那还说是李老的学生呢，结果师长听了很严肃的说啊，他连皮毛都没有学到啊。我们要了解《弟子规》怎么编出来的，根据孔子对于一个学子应该学习的纲领啊，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啊，甚至于他还去跟师长的学生讲《弟子规》不重要，还影响别人学习《弟子规》的态度，这个造口业可造得大了。所以不得了啊，人的学识越丰富啊，假如不知道学问呢，重在修这颗心呢，他会狂妄啊。学到他有一定的威望了，他就随自己的意思说话了，承德见过不少位了。也是警惕自己，也是希望护念好年轻发心的人呢。发心可贵啊，能发利益众生的心，在我们长劫的轮回里面呢，那是一道闪亮的光啊，多么可贵啊，怎么把它护持好啊。曾经就遇过一位医师他名气也很大，但是他的一些理论呢已经偏了，承德也是当面提醒他要以《黄帝内经》为标准啊，他没有接受啊。他说我以病人为师啊，大家想一想啊，
他的病人一听激不激动啊？哇，他把我摆第一位啊。我们幸好是跟着师父学经教啊，师父强调孔老夫子啊，他最佩服孔老夫子八个字啊，述而不作啊，性而好古啊。我们都不能激动啊，不能搞情执啊，要理智啊。第一个，他的病人有多少？就从你的病人就下结论了。第二，你现在的治疗方法，他可能一时间看到效果，有可能你那个方法已经偏执，他已经在消耗自己的阳气了。你看他好像好转了，可能他的短寿啊，是因为你造成的。果然，哎，慢慢慢慢，他那个理论影响的人有出状况的了。所以师长说啊，师长在应对，主持人问他传统文化有没有糟粕啊？师长说有。我坐在第一排也吓一跳啊！瞪着眼睛看师长，师长说他们看不懂，就说是糟粕。这句话让我们反思了，我们不能说看不懂祖宗的东西就是他不对啊！接着师长说了，古人的心比我们亲近呢。古人这些经典呢，都不是从意识心出来的，他从定中啊，他入了境界传承出来的。师长说了，假如有糟粕，还轮得到你去改啊？都几千年下来了，这几千年有多少高人啊？还留在我们的经典里面的一定有它的价值啊，所以我们不能怀疑古人啊，性而好古啊。所以我们也很惋惜啊，像这样的医生很有热忱啊，谁生病了他真的是尽心尽力帮忙，可是啊，认知偏啊，舍身容易啊，舍见难啊。我们也是经历过这件事，体会到这句话，可不能轻忽了。自己的知见呢，不能出现偏颇啊。所以老师对我们最重要的爱护，帮我们建立正知正见，我们就会判断是非善恶，邪正利害真伪了。同时他的教导帮我们放下分别执着、忧虑牵挂。好，接着讲到相信老师啊，师长说到了，我出家的时候非常辛苦，没人供养。老和尚劝我们学经忏，说讲经没有收入，你怎么样活下去？把想学经教的人吓跑了。这也是没有信心的。陈德印象很深呢，刚学佛听师长讲经，讲到你一心为众生为佛法，
你绝不可能没饭吃。假如你没饭吃，师长讲到这里就稍微转了一个身，韦陀菩萨撤职查办呢、啊。哎，当时我体会到老人家对韦陀菩萨的信心。韦陀菩萨是总护法，求他老人家有感有应啊。师长说了，我是没有被吓走啊，这是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告诉我，真正发心讲经，学释迦牟尼佛，续佛慧命，弘法利身，自然有佛菩萨保佑你。你的一生当中，佛菩萨替你安排，你什么都不要操心，顺境逆境通通是佛菩萨安排。好，这一段话首先告诉我们，我们要发心，接着呢学释迦牟尼佛。那我们不能听着相了、不是说要出家、不然我也把你们吓跑了。出家这个也不能丝毫勉强的。是教导我们的，不为自己的，为众生，为正法救助，这就是学释迦牟尼佛。我们要依义不能着在这个语言文字上。那只要这个心发出来不退了，真的一切啊，佛菩萨安排，自己不用操心。我看师长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呢，都是面带笑容，不用操心。我们想一想，师长什么时候不操心了？有可能他受持张家大师那一句，他就过上不操心的日子了。所以法管用哦，一入了心，我们身心就受用了。自己要操心啊，佛菩萨就插不了手了，就被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障住了。当然哦，不是不用思维啊，大家不要一听又偏到一边去了，瘫在那里啊，佛菩萨安排吧，不是这样啊。这个执理费事很麻烦，理事要圆融啊，也不能执事费理啊。我真的遇过哦，也是一个团体的领导人，他说佛菩萨安排啊，有人来用。我说拜托一下好不好？你不能记了这一句佛菩萨安排，你没有记另外一句知人善任啊。这法是圆的，你不能听一句执一句哦。哇，安尼假烂了，很麻烦了。还是要用正思维去判断的哦。刚好佛菩萨就考你要知人善任，你说佛菩萨安排不用想了，来了就用。依承德目前的体会我们宁可当下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事也不能随随便便用人啊。把它扩大一点，到时候内耗就没完没了了。随缘两个字不简单啊。
找志同道合也是随缘的、啊。找了不是志同道合，那是攀缘哦。我们就表不了法了，到时候变成互相在批评，互相在骂了。哦，而且志同道合的人哦，恶人同心呐、啊，其利断金呐、啊。啊，这是《易经》里面讲的，同心之言，其秀如兰呐、啊。你看那个同性的夫妻一谈话，哦，让人家听起来很舒服啊，啊，感觉他夫妻之间情义、恩义、道义啊。好，那师长说了，这太好了，啊，我相信呢，纵然饿死，我也相信，我也不怀疑。看到。老人家老和尚对自己老师的信心，啊，师长也教导我们了，一天没饭吃念一天佛啊，两天没饭吃念两天佛啊，七天没饭吃往生做佛了。哇，师长这个心理建设可厉害了。反正没饭吃也不是坏事，那还有什么坏事啊？哦，这个我也要跟李炳南老师跟老和尚学到哦。哦，那个心理建设铺得很好，你讲的不好还好，你讲得很好啊，你住的地方都没有啊。结果师长真的住的地方没有。而老师早就告诉我了，也不会难过啊。哦，好，啊，所以大家啊，真的没饭吃，找我啊。哦，啊，承德还有一，哦，你真正，发心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没饭吃找我。好，我假如有一碗饭，我一定先给你吃啊。哦，因为啊，老法师叫我们要修六合敬啊。啊，六合敬，利合同均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是利合同均。哦，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哦，那师长说了，哦，我受戒后，啊，去拜李老师，老师教导我要真信佛啊。好，从这里啊，我们又体会到李老啊教育的智慧啊。自己的学生出了家两年了，一出家就讲经哎，两年受大戒，这个时机点，李老居然啊对学生讲：“你要信佛啊！”我想那个表情跟那一句话，老法师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啊，在掌握机会教育点，那学生一听很震撼呢，啊。我都出家了，还讲经两年了，怎么老师还叫我信佛啊？啊，赶紧跟他好好讲啊！很多名山宝刹啊，这老和尚都不一定信佛啊。啊，结果。师长不止相信了，他还自己验证了哦。确实啊，看到好像是走投无路。哎，走投无路也是佛菩萨安排啊，考我们什么？是不是还是有信心？啊，
假如我们的信心给我怎么样，我就相信了，这个是有条件的信心了。啊，走投无路，信心我也没有动摇。哎，师长验证了，一个特殊的因缘出现，又通了。而且往往啊，在这个时候啊，不止还相信佛菩萨，自己都守住老师的教诲，佛陀的教诲。就像师长离开台湾前，那个境界也是，弟子都忍不住了。他老人家还给大家顶礼呀，49天以后才说啊，你看真的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但老人家始终想着不能破坏佛门的形象啊。始终记得佛陀教的，没有让我们去争啊。只有在什么时候要当仁不让呢？你在捍卫国家，捍卫正法，你再不站出来，正法的缘就整个毁掉了。但是这一件事毕竟属于什么？自家人的事呢？韩馆长护法30年了，他的孩子的因缘有变化了，毕竟还是自家人呐。结果我们看，老人家都是想着持法本无争呢，争则是道义啊。就到了新加坡去了。哎，我们事后看看，真的佛菩萨安排，在台湾法宝要流通到大陆去啊，比较不方便。在新加坡，哇，每一个去到新加坡的同修，一箱一箱带回去啊，多少大众闻法了，所以这佛菩萨是站在最高点看全局啊。所以我相信往后出家要走我这条路子不太可能这条路子不是普通人走的，特殊因缘。师长因为他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油画，学的真像啊。但是我们注意观察啊，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呢，佛陀把那么多种子都布下去了，可是有可能这个种子布一下，这一方的人就学成了吗？还得要有人长期在那里教化。所以这也是我们弟子们要思考啊，我们的弘法在师长的因缘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呢。真的能定在一个地方啊，长期讲学，很好的福报啊。好，时间到了，但是这一段好像还有很重要的要跟大家谈，我们下一次再谈了。好，谢谢大家。